家好，这个背景是不是很熟悉嘞？兔妈咪今天又要做一个恶整千寻的影片。前一排我不是有轮去做一些恶整的影片吗？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训练到很机灵了，所以我就一排就没有再做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要冲出江湖。今天计划什么呢？大便。这个是大便吗？不是，这个你们一定有吃过的巧克力面包酱，对吗？这个我就用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来 prank 他们。这个时间千千寻寻都在读书哦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准备一个计划。等他们放学回来呢，我就开始我的 prank。 首先呢，我会把一个小家的 camera 放在我们的冲凉房，然后呢，等他们放学回来的呢，就开始恶整。至于怎么样恶整呢，你们就接下去看吧。 OK， 这个时候呢已经五点多了，雪寻他们差不多也要补习了，所以小姐是放学了，不是补习了。我在这一个前面之前呢，我会跟你们讲解一下我怎么 prank 他，然后呢，我等下会制造我上个厕所，然后突然间没有了吃的，然后呢，就叫千寻他们帮我拿提书进来，看是谁能倒霉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同一个时间拿提书的时候，就会拿这个巧克力大便贴在他的手上，然后就看看他的反应是什么。大家想知道他们年幼的反应是什么吗？这样久没有 prank 了，他们应该不会试过。这个放久，起初买这个的时候很香的，一开就很香，然后下久了反而没有什么味道了，他们应该不会发现。 OK， 希望我的 prank 成功。相机放在哪里呢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在这个地方，希望他们到时候没有发觉到。Yeah.
教。学，看看你为什么大笨了。你爱骗人，这里不相信你。你讨厌妈咪吗？咋样回啦？你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的吗？你嗅不出吗？嗅到臭臭吗？我鼻子沙哑的。你鼻子沙哑啊？你以为真的大便的时候你怎样？很蛤蜊呀，很蛤蜊呀。下次还要玩 prank 吗？不要，不要啊。不要。